欢宇搜集无奇不有，武力全开。近日，网络上疯传一段影片，两名穿着清凉的泰国辣妹，在一场机车展活动上大跳热舞，不停扭腰摆臀，炒热气氛，试图吸引民众目光。然而，不见大人上前围观，反而是四名小男屁孩儿屁颠的。 拿着手机跑到辣妹跟前录影，欣赏一阵子后，甚至摇晃臀部跟辣妹尬起舞来。影片曝光以后，让许多网友都笑翻。而在美国也有辣妹在塞车阵中开跳，不过他们却是嗨过头，竟然大胆爬到车顶大跳电臀舞，让后方驾驶全都看傻眼。 纷纷把车速放慢，近距离观赏这一幕奇景。不过，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勇气上我们的武力全开节目来尬舞呢？挑战新闻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